为什么我们想爬喜马拉雅山？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这句话是这十几天的路途上脑中不时浮现的想法。虽然看到许多不曾看过的风景，但我们也在山上体会到这辈子最强烈的头痛，以及最恶心的高山症反应。我们没有任何技巧，只有无畏的意志促使我们走向漫漫长路。喜欢在山上大家不分彼此的感觉，一起走向相同的目标。眼前是十几天未知的陡峭山路，而我们只能往前。上次去爬玉山，然后爬完就说，那下一个更高的是哪里？想到最近的好像就是喜马拉雅，但是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回事。哇哦 ！Yes， 你可以看那边，哇，真的好像在电影里面，真的可以感觉到温度了。有，很巧的是，刚好今年是我们组团第十年，所以喜马拉雅山。这一趟旅程刚好是给我们一个我觉得很好的礼物，就像我们这十年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就是很随意，就是很随性，想干嘛就干嘛。整装完毕，我觉得我现在充满力量，没错，因为我觉得幸运之神在身边，而且我刚吃了很多的零食。学长嘞，我的心已经在上面了，怎么现在走这么快？只要我的身体跟上就好了。没有胡须张在那边开了，圣母胡须张 ，Everest Chan， 登山高手自拍，你真的看起来很强哎，我很担心你，不要担心，有事我顶着，我只要走得完，你们两个都走得完。现在我还笑得出来，今天结束我还笑得出来吗？我们现在还有说有笑的，趁现在赶快有说有笑。这几次登山经验发现的学长独特使用登山杖，把它拿来当一队的平衡感，好过分。我们现在的路程是从刚刚那个机场2800左右。现在要往下大概2000，你先挤啊，我忘了。对，反正先往下，这今天的路程要先往下呢，再往上，然后再冲3400。所以我今天对话就到此。
因为我们第一天该爬山的那一天飞机取消了，所以我们就在下一天出发。但是因为我们错过了第一天的行程，所以我们第二天要把两天的行程加起来走完。吊桥 pass， 出事了，你是开玩笑的？哦，不要看，不要看，对，看地上。第一天我们是从 Lukla 开始看到这个山的美景，然后很兴奋的开始走。一开始我的脚就不太舒服，然后就开始走有点痛苦，然后走到后来肚子开始又很痛。走了一天以后，我原本想觉得我们应该在哪里，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今天才正式进入喜马拉雅山，圣母峰在那个最高的地方。嗯，今天还要再走三个小时。三个小时。Yeah。Okay， 加油 ，Go Go。看到后面有两个吊桥，对啊，现在就是要走其中一个，所以我们要爬上去，开始了。哦哦，干！不要看比较好。干！出发前，我觉得应该还好，但是回想起今天最后一段，我脚好痛哦。摄影师。K.O. 现在这个情形就是大家很累，因为接下来都是就是自己录，就是这样很陡的。你可以看到大家的表情。摄影师，我看到。我们现在才走到三分之一而已，那等一下呢，都是一路上坡。最后因为赶两天路的关系，所以还摸黑。走到非常绝望的一个地步，其实压力很大，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撑完这整趟旅程。现在已经快要六点了，那我们还要再一个小时半吧。Oh no！ 对啊，差不多七点半应该可以到晚餐的地方。我觉得今天是一个超狼狈的一天，因为我们今天一次赶了十一个小时，我只能说。这趟旅程没有意志力，我真的没办法。因为我是倒数第二名的，然后再看看小雨他们走这么快，放弃拍摄他们正面的画面，所以抱歉各位，我只能拍背影那一，我追不上他们。上面太高了。谁啊？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终点，拥抱感人眉目，爬山。啊、哦！先走两天半，走了十个小时吧。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嗯，恭喜大家，恭喜大家。我最后到住的地方还蛮开心的，因为有披萨在等着我们。其实今天这个宇宙登山队告解室应该是大家都要录的，但是今天只有团宇宙人本身只有我而已。因为我团员都睡着了，他们实在太累了。希望明天一切顺利。
Namaste。好，这是我们开始爬的第二天。对啊，我们从南崎爬上来，要还没出那这个村子，就都是楼梯了。到底山路会是怎样呢？刚刚我跟向导谈了半小时的佛教跟印度教。嗯 ，relax。有得到什么吗？没有。今天是我们来爬山的第二天，最让我惊喜的应该是高的山吧。废话，因为台湾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山。那每座山上面都有白雪，那那个山的气势之雄伟，让我每一个转角都想要停下来拍照。哎，放，哎，我们终于出这个村子了，全部都录到阿彰的彰化。好，拜拜，拜拜。喜马拉雅山的山很冷淡的，都没有回应，超冷淡。今天徐雅问说，为什么我们都看起来没有很黑？我的秘诀就是低着头走，而且这样稍微有点弯腰。负重比较不那么辛苦，总之在山里走就是不能自满，要不然你会 惹怒山神，就是要敬畏。Hello， 我叫光明，我要上山。好像每次上山就很想要佛经或者梵文。嗯，今天其实蛮轻松的，比起昨天，昨天因为一天走两天的路，然后加上我。昨天状况不是很好，对，所以今天就等于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今天在那个一间餐厅里面看到一句话，觉得蛮酷的。他说：“登山不是征服，是体验。”那我觉得我体验的话，我应该比所有的人上的厕所次数还要再多，上厕所次数是第一名，所以我体验到这座山各式各样的厕所，包括荒野的都试过。看着喜马拉雅山，学长，这是不是什么感觉啊？就还好啊，我当学霸人的时候都是这样，上辈子也是当学霸的，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事。总之呢，就是心情非常的愉悦，对，可以忘记拉肚子的困扰。我好像闻到有人放屁，可是前面只有三个人。反正是其中一个，可能是学长，因为他最近肠胃不好。好，现在请徐爸帮我们讲解等一下要走的路。我们等一下要走路，在对面，然后看到那个，我们等一下会先经过这个河谷，然后照那一个绕之字形慢慢上去，之后往右切，再翻一个坡上去才是山坡起。啊，当时我讲一些积极的话，正面能量。我只能往前，没有后退。昨天比较痛苦，今天好很多。今天我的肚子跟膝盖都好很多，状态啊。对啊。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登山的 crew 嘛，所以我怕大家会受伤。因为这个我们还有很多很长的路要走，第二天还是有点想回家，好像没有昨天那么想回家，但是你又想到后面还有六天，好像很硬耶。好累，其实我的精神也就永远是在后面那一个，等阿彰谢谢阿彰精神有效，阿赞。哇！
成功了，成功了。空拍心得讲一下。喜马拉雅山有点难飞，风有点大，空气有点稀薄，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有点紧张。今天碰到我人生中的英雄，就是我那个直升机飞飞自己往下掉。阿昌在这边试飞，是吗？其实很绝望，感超绝望，原本已经放弃了，但是我有个生命中的英雄帮我到河谷边，把我直升机捡回来。然后我后来想要给他小费的时候，他就说他不要。我觉得这是真正的英雄。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在山谷里乱跑。他真的是，我刚才在远处看你们在招手啊，怎么下一秒就出事了？那时候应该就回来了，不该在贪恋。OK， 我们现在海拔3880，对，名字叫唐波奇，唐波奇，唐波奇，还有400公尺要爬升，全部都是上坡，加油，加油，哥，往下去哦。摄影师正在跟自己对抗，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意志力，只有意志力能撑过去，加油。今天努力的拍了一些镜头，但是我要说一下，就是我还是追不上小玉他们的速度，他们三个实在速度超快，我没办法拍小玉他们，那太快了，我只能拍最后一名的。在你后面还有啊。是啊，真的是，今天很累。快不行了，那我是那个大家的精神指标，在我倒下去之前，别人都不能倒，大概是这样。领导，领导，啊！那这样回归大自然了。那个我们到了这边不到十分钟，气温就大概急剧下降了。很多十分钟前我还穿短袖，现在需要这样子，那我们需要赶快进到房里面。对，里面有姜茶跟热水。我、哦、真的越来越冷了、啊。太冷，冷冷的，我喜欢。每天早晚时，领队徐拉会帮我们测量血氧含量，这是决定我们是否能前往下一站的指标。含氧量没达标的话，会被强迫留下，或是直接下山。现在在测血氧跟脉搏。好好，今天没过八十的人要怎样？就坐直升机回家。没有，就只要特别注意，也没怎么样嘛。现在的感觉好像在酒测一样。哦，8894哎！骗人不准啊！我们正常应该是要高过83的，那目前看大家这种 Marco 没超过，你没有超过83。今天我还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我用手吃印度料理，是右手各位，而且我还知道了一些方法。抓起来，用大拇指。真的假的？最感动的是有一个向导跟我来讲说：“谢谢你，谢谢你 follow 我们的 tradition。”这句话其实让我很感动。凭什么去喝下午茶就可以把自己说成英国？那为什么不能用手吃印度料理？
对啊，所以我觉得用手持印度量力是我今天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晚安。在这次旅程当中，感谢一群默默帮我们背器材及重物的雪巴人，他们是一支谦逊而伟大的民族。在出发之前，我还特别体验了一下他们的工作。他们都用头弄，所以我一定要先把我的脖子先暖身一下。好险！如何？我觉得我这条气管被被卡住，你可以退后。如果这样弯下来的时候，你只要一个地方不对，你的感觉，你那个呼吸就会被压住。他们应该有30公斤，连视线还要朝前，我都没办法。他们走得很快，号称他们为那个自强号。只要他们来，我们就说自强号又来了。跟你刚才做的事情完全两码的事。怎样？一口气耶。就是每天很多牦牛经过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小确幸，因为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躺在旁边休息，等它过去。没有人带就知道走上去了，好巧。怎么有种很和平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石头丢牦牛，怎么可以丢石头嘞？宝珠在哪里？上面什么东西？上面经过下面那条路绕上去啊！啊！你就这样转了？对啊。bug， 好看。这景很漂亮。可是我好痛苦。今天状况可以说是我这几天最不好的一天，因为我走的是最慢的，我才不相信他们讲什么好爬，我觉得超难爬的，就连背着小包包走在路上还差点摔在河谷里面。我干，我抖了一下。你有拍到吗？我有拍到，你差点七天了。很可怕，不要怕，太可怕了，简直是最惊险的步道啊，死亡步道。这里的风景真的不是我们用摄影机或是照相就可以拍得出来，必须要亲眼来看。如果觉得自己身体还 OK， 希望你亲自来看看。你看阿张。我都爬得完了，如果我有爬完的话，应该没人这样爬了。对，我帮大家翻译一下，他刚才是很累话，就是如果我爬得完的话，应该没有人爬不完。从加德满都到这边以前都没有太。碰到太大的困难，但是4000以上，大家明显感受到这个山是有时候是有点残酷的，尤其是你要在外面待这么久。我可以想象，接下来几天到 EBC 的日子，我们的拍摄会非常非常的辛苦。不过这好像也就是符合我们乐团的精神吧，就是说走就走，但是很努力的去完成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事情。爬到现在，我自己的感觉是，目前感觉还是很每一天都很惊喜的，因为每天的风景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高度，因为山它是不是真正就一个三角形，它是
有很多坡度的变化，那你爬到某个高度再往下看，再往上看，风景都不一样，我觉得非常非常让我惊喜，很想把这些东西都带回去，但是不可能。路程比较轻松，但是我左膝盖是有点不舒服的。幸好明天不用爬，明天可能专心在拍摄往前的 MV 的部分。也希望明天休息够，膝盖应该可以好一点。今天大家的血氧值也都达标，所以希望大家明天继续加油。上到比玉山还要高的一天，很高兴我们状况都还不错。那我们刚刚做了一件非常悠闲的事情，我们泡了咖啡。我们在山上喝到熟悉的味道，真的很好。妈，谢谢你帮我磨咖啡。啊，夫复何求？等一下，我们再拍一次。今天是我们在丁波区度过的第二天。那今天我起了大早，在群山环绕之中有练一下太极，觉得身心非常舒畅。那当然，今天我们拍片还蛮顺利。那目前直升机的失事率，如果是在高山上的话，失事率是100%。阿昌在昨天的晚上，他一直在乱弄刺，不知道为什么。我醒了，我把我的头望过去的时候，现在阿昌是什么？我包了，又睡。OK， 因为至少他这个包了，这告诉我他还没死，所以希望他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啊。阿昌 ，I miss you。我拍到一个很漂亮的景色，就是学霸小兄弟哥哥他背着弟弟在很陡的山坡用 Z 字型的奔跑，太酷了，有点无法用言语形容，就是他们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长大。这边是4400吧，海拔到4000之前我们都觉得很 OK， 但是昨天明明路就没有那么的困难，其实是平平的，但是这里的风非常的冷，而且空气稀薄，所以每个人都很喘，嘴唇都发紫。接下来三天应该就是这趟旅程最艰辛的三天路程。然后我们的领队徐娜特别叮咛我们不能再搞笑了，我明天会尽量不要讲任何笑话。对，那到底会怎么发展，就我们拭目以待，明天见。今天要去的地方是鲁布切，大概多高？4800，4800还是4900？对啊，接近5000呢。前几天都是宇宙人和向导走比较前面，然后摄影组为了要拍我们的背影，都走在比较后面的地方。今天为了让摄影组可以拍我们前面这里，我们负责压队，对，我们压队，那大家就聚在一起走。
这样有事情发生也比较好，互相照应。今天的前半段我其实走得还蛮享受的，对啊，因为步调比较慢，然后看周围的风景就是全部都是六七千公尺以上的雪山环绕在旁边，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爽。这是这个旅程的景色真的是变化很大，那个风景真的差很多，一下就变成很开阔的河谷平地，然后一下又变得很险峻的七八千公尺的高山围绕，很像神一样就在我们旁边看着我们，很小的人在走走走走，那个风景都会让你觉得哇，就是我真的很小，人真的很渺小。4600公尺，不是开玩笑。4600，好冷啊！4600，不是开玩笑。重复阿奎刚刚讲的话，4600没有办法做创造的行为，没办法写出什么美丽的句子，只能重复前一位的人讲的话。不是开玩笑的，很冷啊。其实这次来这个地方是这辈子完全没有想过的。其实我觉得爬山的过程真的是大家都超级靠意志力的，拍这个东西其实要有一点体力，可是有体力又不够，因为你在山上你就是会缺氧。高山症反应一直是我们每天最严峻的挑战，缺氧就是主要的原因，它会让你无时无刻都在头痛或是想吐的状态，严重的话会引发肺水肿或是脑水肿，甚至有致命的危险。所以在山上时常会听到直升机的声音，载着严重到需要紧急下山治疗的病患，而每趟的代价是$10,000。今天刚出发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头痛，然后一路上就开始比以往过程还剧痛。虽然风景真的很漂亮，可是我到了中餐的时候就开始想吐了，然后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崩溃的边缘了。现在已经痛苦指数1到10，现在多少？我已经九了，错在，错在出事，出事。刚刚吐了一把，吐了3把来，对。然后我在走这段路的时候，一直都在想说，为什么我会在这边？可是有点矛盾了，走一走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风景好漂亮。上坡的时候很累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干嘛不想来这边？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矛盾里面冲突。可是我是觉得之后会是一个很酷的一个经验。今天走过一段非常陡的上坡之后，看到一个那是天堂之门的，因为那个形状实在是太酷了，好像一过了那个就到天堂了，就没想到那真的是一个天堂之门。这里很有名，就是去挑战圣母峰的，如果失败往生的话，大家就会在这边为他留个纪念。一到那边，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庄严的感觉，
就是一个纪念一种为梦想而牺牲生命的人的那种勇气，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值得你用生命去换。然后没事，但突然间这样子，这样有时候可能会很危险。我放心了，有很多有经验的学霸人，还有领队在照顾。当在5000多公尺的地方，你感受，可能你在平地只是一个小小肠胃炎，但在5000多公尺的地方，真的是超级痛苦，会让你觉得生命有危险。经过向导明马及领队徐拉的照顾，小玉的身体有逐渐好转的迹象。在多方的评估后，我们决定继续往前。但如果真的撑不下去，这次的计划随时都要终止。最后一天，那边的高度已经在海拔5000多了，然后大家适应的其实很吃力，就是超冷，然后空气超稀薄的，每走一步好像就要休息3秒钟这样子。你有觉得海拔越高就越不想讲话吗？头开始会痛，感觉脑袋这样胀开来。最痛苦的一段是我们要去到 EBC 那一段， EBC 那段我们要先经过一个城市叫做 Goloship， 那段有段小上坡，但在那段上坡的时候，我的头就已经崩溃了，我头超痛的，我头真的超级超级痛，我从来没有那么的痛过。到那个 EBC 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有一点不舒服了，应该这样说。现在离 EBC 剩多远？不知道，但应该不远了。一直觉得没有力气，睡觉了。
为什么我们想爬喜马拉雅山？因为他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慢慢张开了眼睛，忘了天空多美丽，是什么让我绑住我的心。走完这一趟，我觉得一旦你决定了，不管是因为爱，还是因为信念，还是因为你的梦想，一旦你决定的方向，你就是只能往前，直到你到达对岸或是你能量耗尽为止。还没走完这段路之前，我还不知道我们这首歌跟这个地方的连接，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有找到这个连接，而且我觉得这边就是表达往前精神最好的地方。终于登顶了，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会想要去爬圣母峰这一段？我在走路的时候就一边想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承诺，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比对自己的承诺还要来得更有价值。所以我当下头很痛的时候，我不管，就是赶快把药吃了。这一趟我就一定要到伊比斯。这边是藏文的祈祷，祈祷那个每位梦想家上山的时候。Yeah。所以我们都在祈望，我们的梦想也可以平安。爬山虽然不是我们的专业，但是它或许可以代表我们对于我们想要做的事的一个热情，或是一个坚持，就去做了。那希望大家看到我们做的事，也不一定要跟我们一起爬喜马拉雅山，就是找到一件你永远没想过你会这一生会做的事，去做做看。所以我们决定告别小日子，然后当一个白日梦冒险乐团，这是宇宙人的精神。一起往前，征服了极限，永远有你。不然有没有一种病叫做 Mountain Idiot？ 下到南旗巴萨要走八个小时，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冥想训练。冥想训练，我是超级学霸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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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镇，高山镇开始了。希望还没进来，下来，下来，下来，对啊，下来，下来，老师来，老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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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我们遇到了一个好伙伴，那只小狗，它一直从早上跟我们跟到现在，现在下午。来找朋友了，来啦，拜拜了。哇，去找朋友了。下来找他朋友了，哈哈哈哈哈。太简单了。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我来给你，我来小妹。About this trip, today, this trip, really happy to sleep with these guys, and maybe we'll see next time.Yeah, next time. Sure, Island Peak. Yeah. 从玉山到喜马拉雅山。
我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山的啦，没在怕了。没在怕，放放。没在怕，没在怕。哇，真是有点屌。我第一天就有点后悔。如果现在有人叫我吃一口牛粪就可以不跟顶的话，你会吃？会吃。那以后还要再接宇宙人的 case 吗？山的系列我不想再接了。我们换一个比较都市一点，去美国啊、欧洲啊都可以，就是比较爽。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人讲一个事情是现在马上能做的。阿正，洗澡、洗头，我也是洗澡。洗澡。你有没有觉得我像林忆杰还是陈彦博 ？Never stop exploring 。好，那大家最后来那个好了。我是超级雪巴人，我是绿豆加一人，每天赶着我的小牦牛 ，Yes that's how we grow。想要学我 fly， 你必须血氧要爆表，我每天量血氧，就像在家里做有氧。Namaste，Namaste。